他说，根据某营养学家研究，每个人每周至少需要12单位蛋白质、9单位糖类，还有8单位脂肪。那今天有两种食物，好不好？麻烦你注意一下，把红笔拿出来哦。有两种食物，所以说像这种信心规划，一定是有两种东西可供选择，对吧？所以说加以两种食物，第一个价格，把价格两字圈起来，好不好？价格各为100元和几元，30元。肉假食物还有14单位蛋白质，把蛋白质圈起来，2单位糖，糖圈起来，1单位脂肪，脂肪圈起来。以食物当中还有1单位蛋白质，蛋白质圈起来，1单位糖，糖圈起来，2单位脂肪，脂肪圈起来。问你，这个人要活着，每周最低营养标准，问你最费用最低多少元？像这种题目叫做信息规划。题目开宗明义就告诉我说，有几个食物可供选择，2种食物，甲和谁？乙，这样行不行？题目分成几个要素来分析，几个？4个，哪4个？第一个要素是价格，第二个要素是谁？有蛋白质，有看到？还有糖类，有看到？还有什么脂肪？这样行不行？哦，是干这样圈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分成4个要素来分析。来，首先来一次，你看一下啊，题目开宗明义就告诉我说，有甲乙2种食物吗？甲每份价格要花100元，乙每份价格要花10元，30元。甲食物还有蛋白质4单位，糖类2单位，脂肪1单位。乙食物还有蛋白质1，糖类1，脂肪2。今天要活着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说一开始告诉我说，活着至少需要蛋白质12单位，脂肪多少？9单位，糖类9单位，脂肪8单位。问你，在费用最小原则情况之下，好不好？怎么样活得健康又营养？我假设甲食物吃几单位？吃 X， 乙食物吃几？吃 Y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首先第一句要叫废话。S 和 Y 多少钱？都要大于等于零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们先看蛋白质，一单位一份有4单位，对吧？哈，所以甲食物几份？啊，甲食物每公斤多少？4单位，这样行不行？吃了 S 公斤，吃了4S 单位。乙食物一公斤有 Y 单位，有 Y 公斤有 Y 单位，所以4S 加1Y。它营养成分至少要大于几？12，对吧？所以这里是消费者模式，对吧？消费者，我买东西希望要怎样？要越多越好，对吧？你要是小于变成营养不良的，对吧？行不行？所以说4S 加 Y， 我蛋白质的营养成分要大于等于几？12。我糖类2S 加几 Y 加1Y， 要大于等于几？9。我脂肪类也是一样。1S 加几 Y 2Y， 要大于等于8。好，在这些条件限制之下，求什么价格？一公斤100元 ，S 公斤100X， 加几 Y 30Y， 求价格是什么值？最小值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吧。所以说这里是消费者模式，我东西要越多越好，但是价钱要怎样越少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开始来画图，首先 S 大于零 ，Y 大于零，可见图形主要在第一象限，第一象限，这样行不行？是画这来哦。图形主要在第一象限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开始来一次，看这条直线。来，首先 X 是零 ，Y 是几？12，行不行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Y 是零 ，S 是3，1、2、3。麻烦你两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直线，这条直线是 4S 加 Y 等于12，题目说要大于，所以说在这条直线的右手边。来，再看这条直线 ，S 是零 ，Y 是几？9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Y 是零 ，S 是几？2/9，也就是4.5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在这边。麻烦你把这两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直线，对吧？哈，这条直线是几？
2S 加 Y 等于9，这样行不行？大于在这条直线右手边，再看这条直线 ，A 是零 ，Y 是几？4，在这边 ，Y 是零 ，S 是8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行不行？麻烦你把两个点连起来是这条直线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条直线是几 ？S 加 2Y 等于8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。题目说要在这三条线大于在这三条线的右手边，而且图形主要在第一象限、第一象限，所以说图形在这一块，你们看到？好，在这一块区域之后，麻烦你要求100S 加上30Y 是最小值，行不行？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把这些点一个一个找到，这样行不行？把这些点。那这个点是几？0、12，这样行不行？对吧？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嘛。那这个点呢？这个点一看就是到8、7、0，对吧？哈。那这两个点呢？这个点是这两条直线交点，对吧？哈。所以说这个点把这条直线4S 加 Y 等于12，和这条直线。2S 加 Y 等于9，抓起来联立，联立之后算出来 S 是几？2/3，好不好 ？Y 是几？6，所以说这个点是几？2/3，6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这个点呢？这个点是这条和这条交点，对不对？来继续联立，好不好 ？OK， 这条是几？这条是几？啊 ，2S 加 Y 等于9。这条是几 ？S 加 2Y 等于8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它抓起来连立，好不好 ？OK， 行不行？行哦。我们算出来是几 ？A 是几？把它抓起来连立，下一次来消 Y， 把它消 Y， 好不好？把上面乘上2，行不行？所以这点是这条直线嘛 ？2S 加 Y 等于9，和 S 加 2Y 等于8，把它抓起来连立，好不好？把它消 Y 乘上2。对吧？是18，所以说算出来 S 是3/10 ，Y 是几？啊 ，Y 是几 ？S 用3/10代 ，Y 是几？3/7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算出来 S 是几？3/10 ，Y 是几？3/7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今天要求多少？求这四者最小值。所以说麻烦你把这些点坐标把它带进去。先重点求多少？求100S 加几 Y？ 30Y 最小值。所以说麻烦你把1、2、3、4，第一个是0、12、Y2/3、6、Y3/10、3/7、Y8、0，把这四个点带进去。S 用0带 ，Y 用12带，360。S 用2/3代 ，Y 用6代，150加180 ，330。S 用3/10 ，Y 用3/7代，带进去1/3000，210。所以说算出来是3/3多少？啊，1210，看行不行？3/1000嘛，哈，210，所以1210。S 用8代 ，Y 用0代 ，800， 所以带进去时告诉我最小值是多少啊？330。所以说这时候你看一下，这时候费用最低是多少？330元，这样可以吗？没有，所以说这里非常庞大，好不好？麻烦你把它看一下 ，OK。